探影像，跨越时空观历史，欢迎观看本期的探影局档案。本次修复的是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在盲友会师时的真实影像。1945年1月27日，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会师盲友中印公路完全打通，他沉重打击了缅甸日军的精锐师团，遏制了日军西进的势头，解除了印度的威胁，支援了英国和欧洲战场，粉碎了日德法西斯在中东会师的战略设想，使日军在东南亚的溃败成为定局。让我们跟随镜头，穿越到75年前看看吧。